一年一度嘅 Boxing Week 就梗系要买啲又实用又抵嘅厨房用具啦，可以俾你喺屋企煮下嘢食招化啲朋友啊嘛。等Suki带大家嚟到枫林呢度睇下有啲咩嘅好选择。呢个咧就系迎丰牌嘅吹风光波炉，可以将啲食物上下左右均匀烤焗，令到啲食物油脂流到去盘底，仲有自动清洗功能，非常之安全又快捷啊！ 呢個咧就係枫林最畅销嘅產品之一，Healthy Bear羊極炒菜鍋啊，少油無煙、平均受熱，仲有大中細三個 size， 而且佢嘅手環咧係用 silicon 製造嘅，所以一啲都唔辣手啊！枫林呢度咧仲有好多其他特價嘅家電用品啊，包括有呢個法國製造 Vision 牌嘅一系列嘅煲啦，同埋櫻花牌嘅抽油煙機，有好多型號俾你選擇噶。 Boxing Week 係全年減價最多嘅時候，大家唔好錯失呢個機會，快啲嚟睇下啦！